塞，我摸它，它竟然不跑了。它怎么长得有点像黄鼠狼呢？臭鼬的感觉呢？你看看，长得你看看。见过黄鼠狼？我见过电视上，哎呦，你看这个它的头被摸秃了毛了，哎呦，我摸它，你看它不跑了，也跑还跑。咱家兔子都不叫。吃啊！你可放过他们吧啊！快吃啊！我觉得他俩就得死你手里。哎，吃了吃了吃了！苹果啊？不是甘草。嗨！但是我觉得它甘草它可能咬不动，因为它太小了。你看看，你看它咬了半天，它也没嚼动这个，也没有它吃了，只是我喂给它的它。那个人喂的。